BigBang 队长 GD 三号现身韩国仁川机场，准备前往摩洛哥参加香奈儿的时尚大秀。现场有大批媒体守候，就为了等待已经暌违两年没有在公开场合现身的他。而当天 GD 的机场时尚果然没让大家失望，以人间香奈儿为主题，背后还背着自己改造的大热门款包包。不过就当他等着要过马路时，突然一个转身背对大家，可以看到他的背包上出现一个大大的 J， 被怀疑难道又是女友象征？由于之前 GD 跟 Jenny 传出正在热恋中，在 GD 的 IG 里也看到一张戴着 J 手链的照片，也被怀疑是所谓的恋爱信号。除了恋情备受关注之外，推特上还流传着一张照片， GD 在荷兰转机时遇到粉丝上前要签名，他不但没觉得被打扰，还随性的蹲坐在地上帮粉丝签上名字，还聊了半个多小时才离开。粉丝表示 GD 还跟服装师炫耀这是我的粉丝，签名旁还画了一朵小花，心情看起来相当不错，亲切的举动也在网上引起热议。